给你票，你是今晚最低等级的买家，不要乱碰里面的东西，你这是站票，可别打扰二楼的贵客。好，知道了。 交完了钱，再看不迟。这没天眷玉佩，为冰娇木竹雕琢而成，值过60万两。此乃大内之物吧？想必这位公子出身显赫吧？喂，我这可是真金白银。哦，他那破玉佩，一看就是假的。啊，对，他那是假的。假的！假的！你敢不敢把它扔下来？ 给大家伙看看，晶晶，这位仁兄，可否把你的玉佩交本行验真假呀？啊！这不关我的事啊！指环可是我师傅的东西，除了这个，我什么都可以赔给你。 你这种资质，也配找谢衣？
得罪了，这指环是我的。你的指环？谢姨什么时候变成个大姑娘了？姑娘，我不想伤你，把指环留下。就给这个家伙当晚餐。老兄，你还记得我吧？来，刚刚那包子好吃吧？我告诉你啊，那个包子更好吃。最少得这么大才行，才能把冰砸碎啊！对，就这个。指环还在，送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力金刚，交给你。
交出来。雨霞，你好香啊。去，把指环给我。别让他们跑了。谢衣婆婆，谢伯伯。会是你这个叛徒，你刘月成做的恶还不够多吗？指环。哦，有有有，谢谢小兄弟。众生虽苦，诸恶莫作。这就是在下的竹笋包子号。所以天下闻名的演甲大师谢衣竟然和释放举目的恶人相熟，那你为什么要帮我们？这枚指环又为什么会在你手上？姑娘，你似乎比我更清楚这枚指环的来历，你到底是谁？如果最后得到指环的人是你，你自会知道我是谁。你把我当死人啊？好了好了，闭嘴。数年前，百草谷星海部的天罡成庭君曾经去西域寻找一枚指环，之后他失踪了。我就是他的徒弟文人宇。文人姑娘，我没见过你师父，但我想他多半也是因为去调查举目之事遇上了刘月成的人。文人姑娘，这小子并不是你的仇人。得罪了。我是岳无意，岳绿的岳，无意就是没什么大差异。你呢？你是谁啊？温温，冰块哥。在下夏一泽。啊，我说冰块哥，你老是跟我说你这人贵公子行动是诓人的吧？啊，第一我不是你兄弟，第二你还欠我60万两，第三我的私事与你无关。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，我的船长团子准备了一些吃的，大家可以随意用些。
看来团子已经吃过了，他胆子小而且怕生。团子在哪儿？哇，诸位请随意。折腾了这么久的确有些饿了，多谢。有醋吗？嗯，谢谢。团子是一只妖，但是别担心，它比人类善良。指环呢？属下无能，但幻视的人和他长得一模一样。你说一模一样，那究竟是别人冒充的，还是他当初就留了一手？他身边还有几个年轻人，个个身手不凡，他们一起逃上了岩甲船，属下已经派人追踪。举目进攻长安的事情准备得如何？事情进展一如计划，属下不敢怠慢。准备战船，本座倒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。国伯把所有操控岩甲的程序都做成了机关，有了这个控制台，谁都可以驾驶竹笋包子号。来，往上。先是速度，好看，你还是先管好你的轮盘吧。团子，你没事吧？我这包子没得事。他们在说些什么？公子所求之事，在下也力不能及。但不论人妖或是岩甲，形貌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内心对自我的接纳。前辈，你胸怀广阔，可并非人人都能如此。
夏公子，你完全不必。金翼伯伯，这家伙是不是在给你找麻烦？夏公子他……前辈，在下的私事还请保密。这个自然。谢前辈，还请告知那举目与刘月城到底是何来历。上古时期有一灵性部落，名曰烈山，他们于天柱倾塌之际相助女娲补天。天烈修完之后，便留在了九天之上的刘月城与人界遥遥相望。然而日转星移，烈山一族受不了清冷的生活，竟起了染指人间之念。为了获得更强大的力量，刘月城城主苍明和大祭司沈夜与心魔交易，利用举目吞食凡人精血。我不忍苍生蒙难，寻找阻断之法，终于获知神剑昭明可以斩断举目，阻止心魔。可惜昭明历经上古天劫，崩裂成四块，散落人间，唯有将之集齐才能重铸。这便是我这些年奔波之目的所在了。照你这么说，难道世上真的有昭明神剑？这枚指环就是昭明剑柄所化。这个昭明剑一定很小啊，不会是个匕首吧？啊！几经周折，我终于探清，最后一块昭明碎片化为夜明珠，落在南海的丛集之渊。那里每60年开合一次，而下一次开启的时间就在明日。有敌？没事，是团子在敲锣叫大家用餐。团子说一日七餐是熊猫的传统，寻剑的事我们稍后再说吧。嗯嗯嗯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那他呢？我记得这只岩甲鸟，只是这只鸟是你给我的呀。自从上次见面之后，我一直在找你。对不起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真的不懂。团子真的把吃饭当作头等大事啊。有敌人？团子看到有刘月城的飞船追来。喂，他们来了！我们跟他们交过手，可以助前辈一臂之力。夏公子曾在太华山学艺，想必懂得紫微斗数。其他昭明碎片被我收在一幅画卷中，锁在甲板之下的锁盒之内。我在这里留守，你们将昭明碎片带来与我会合。深夜，不可思议啊！这些东西从来都没见过。寻找锁盒吧。昭明碎片一定被隐藏在很隐秘的地方，这里这么大，我们从何找起？昭明碎片灵力强大，我们让他来找我们吧。我看看啊，在哪儿呢？在这边。嘿嘿，所以说有时候脑子得转起来。这个锁盒看起来不简单。这是六子连环锁，失传了上百年，难解得很。我打算先用火烧开前面三重，直接到第四重，然后呢我再把灯啰嗦。
看来你的脑子转的还不够。你凭什么把画拿给他啊？我没记错的话，谢爷前辈只问了我会不会紫薇斗数。能看到什么吗？这是一种古老的封印。把所有昭明碎片搜出来，只有反抗，杀！是。千万不可以让他们靠近画卷。小一泽，人呢？这一个人对十个人，你行不行啊？肯定比你行，管好你自己吧。哥让你带阿软出去吗？他自己怎么没来？官人，接着！他们俩在搞什么？阿软姑娘，在下受谢爷前辈所托，来取回昭明碎片，只怕就是此敌吧。这敌子除了谢衣哥哥，我谁都不给。什么人？莫非是来抢夺昭明碎片的？谢衣哥哥到底在哪儿？
在下绝无冒犯之意。二阮姑娘，如今画外必是出了变故，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。快去拿水。得罪了。你来的真是时候，我们都打完了。嗯，这姑娘是谁？竟然是个演假人，把所有昭明碎片交出来，不可能。沈夜，你身为神农后裔，却和心魔勾结，你已经背叛了我们的族人。你懂什么是背叛吗？我最得意的弟子，做了一个演假人跟我对抗，这才是背叛。谢伯伯，谢伯伯。谢伯伯，
无意，死一刀死！我来帮你。来。哇。岳无意，我看你。多谢小兄弟，众生虽苦，诸恶莫作。小兄弟，从今天起，我便欠你一条性命了。不不不！哎，这个木头鸟，还有那爪子是什么功夫？好厉害啊！这是眼术，用金石、木料，模仿生命所制的机关。哇！你可以教我吗？眼甲重要的不是机关，而是生命力。如果有一天你能让它飞起来，我就收你为徒。我一定能让它飞起来的。知道了。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吧？我叫岳无意，岳是岳绿的岳。谢谢无意，我是谢衣。谢衣伯伯，到时候我去哪儿找你啊？无意，无意，无意。行了，我活该，不过现在咱俩可以扯平了吧？再睡，下次泼的可就不是水了。谢衣前辈不在了，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。我找了他这么多年，却是这样的结果。他并不是真正的谢衣，
好的隐士会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自己的眼甲中，让他拥有真正的生命。他身上有那么多蜥蜴的情感和记忆，对我来说，他就是真正的蜥蜴。我帮你包扎伤口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，一定是他救我的时候塞给我的。咋了，慧儿？总算把包子我媳妇好了。五爷，五爷，哎呀，五爷，你不是死了的吗？哎呀，团子，轻点。我真的是太高兴了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你了。放心吧，我命很硬的，没事。我到底晕多久了？一子和画里面的姑娘呢？她叫阿软，他们在甲板上呢。你已经晕了几个时辰了，该起来了。照谢衣哥哥所说，最后一片昭明碎片就落在从极之渊里，那你会帮他完成他的心愿吗？当然，这是我找到真正谢衣最后的机会，我不会就这么放弃。什么是如此重要？或许阿软可以帮你。你所有的眼术都是我教给你的，你的眼甲人又能奈我何？与心魔约定之期将至，昭明碎片还在谢衣余党的手中，终是后患。属下必定会为族人取回昭明。了个咪啊！没有别的入口吗？不怕麻烦，谢衣大师其实早有准备。咋个样？不过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传说夜明珠有强大的守护者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哦。
柳姨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放心吧，你看人家阿软，啊，这样也能睡着？他可能累了，由他睡吧。这船到底是不是这么开的？差不多吧。不要掉以轻心，夜明珠的守护者一定不简单。快看！他好像已经受伤了。看来刘月城的人已经先行一步了。夜明珠在他手上，把照明碎片交出来。有本事自己来拿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快闪开！谢谢伯伯。
这个人是有是敌，我们还不知道。不，他是谢依哥哥，我一定要救他。阿软，不用白费力气了。昭明的灵力已经将沈夜在我身上释放的蛊毒烧灼殆尽，我的心脉也随之尽毁了。是我伤了你？不。是你又救了我一次。那只岩甲鸟飞起来了吗？谢前辈，你可知道我师父程廷君？那个来自百草谷的天罡就是你师父？我师父他怎么样了？我们跟沈夜为争夺指环恶战了一场，你师父不幸遇难，我将指环藏在岩甲丹中，随后被沈夜抓回了柳叶城。原来柳叶城一直在寻找昭明碎片，难怪你当初将我封印画里。时间不多了，听我说，沈夜的计划就要完成了，他很快就会用云木袭击长安，以此达成和心魔的交易。他们到底要杀多少人才够？就为了帮心魔复生吗？攻击长安城，这是心魔吞噬人界的第一步，你们一定要去阻止他。谢依伯伯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攻上柳叶城，用昭明神剑阻止沈夜，拯救长安城，还我烈山族清白。从其支援闭合的时间到了。天柱之阵消耗巨大，我只能支撑片刻，快走，快走。无疑，快走啊。谢宝宝，一起走。你因我而成眼识，你我注定是要成为师徒的。我认了你这个徒弟，却连声师父也听不到吧？师父，好徒儿，师父没时间教你什么了。有一句话一定要记住，比岩甲更宝贵的是生命。谨遵师父教诲。用眼术去救更多的人，快走，此乃师命。师父，谢意。
真是个有趣的人呢、啊。快走！赶紧换身衣服，我早就看不惯你那身贵公子行头了。
我本是半妖之身，母亲是明珠海的鲛人，而我父亲却是本朝天子。我就是被通缉的逆党三皇子李彦。我流落江湖，偶然得知严甲大师谢衣能除去我身上的妖邪，可惜如今连这个最后的机会也都成了泡影。阿软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。阿软说的对，做朋友就该祸福与共。对啊，我们早就是同盟军了。岳家军，岳无意的岳。这名字不好，换一个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挺好的。阿软想到一个好名字，我们就叫谢家军，谢衣的谢。谢家军，好名字。嗯。嗯，你想都别想。嗯，搞这些虚的有什么意思啊？什么虚的？现在应该是高潮的时候啊！阿软加入。哎，郭爷，郭爷啊！团子要组谢家军，要不要的？怎么能少得了你啊？是噻。没有你的话，谁带我们去刘月城啊？啥子啊？刘月城？要不得，要不得，太危险了！大家听我的，哪个都不要去。可是如果我们不去阻止他们，将会死更多的人。团子，如果谢衣哥哥还在，他也一定会去的。对，我们可是谢家军。那要得嘛，但你们一定要答应我哈，等一切结束之后，我们谢家军必须一起回来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哦，嗯，我们祝谢家军穿云破月，所向披靡。嗯，就是为了谢衣和所有牺牲的人。他们没有走完的路，我们一起走下去。迁徙一切顺利，已有432户迁往龙冰屿。现在我们已进长安城，大祭司吩咐的事已准备就绪。很好。大祭司，初七还没有回来。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属下斗胆，请问大祭司是否会随我们一起离开？毕竟刘月城还有很多事情未了，这是本座和城主的使命。还记不记得谢衣前辈曾经跟我们说过，昭明神剑一共碎成了4块。嗯，指环、短笛还有夜明珠，由始至终我们只找到了3块。可是神剑我们已经到手了。
也许我们还没有找到第四块。也曾好吓人呢，奇怪，咋是连个鬼影子都没得了？团子，你待在船上。有需要的时候过来救我们。要的。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去为我师父报仇。还要拯救整座长安城。这么爱打架，却连一个人都没有，你会不会失望？闭嘴，不然我先打你。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这可能是个陷阱。确定我们走这条路是对的吗？肯定对啊，榉木就是神木，一定要配这么大个门才行。最后一朵了，我们终于走到最后这一步。族人们全都已经安全离开，他们不会再受苦了。可是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太多的人，罪孽我们来承担，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。他们来了，有我在。神医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害死我师父剑一，你还害死文人的师父，你为了和心魔交易不惜牺牲天下苍生，我们今天一定要阻止你。你们这群不自量力的家伙，把昭明给我。做梦。
山族曾助女娲补天，天裂修完后，人界灵气消散，我们无法重返故乡，只能在流月城依赖神农举木而活。现如今举木枯竭，族人面临灭顶之灾，城主苍明用自身神血浇灌，却不能长久。我只得和远古心魔达成协议，助他吸食凡人精血，来换取我族在人间的生存。为止，你们的族人已经得救，你不需要理会人间的死活。如果不杀你，等到猎山族迁入下界，你一样会吞噬了他们。你以为拿到昭明神剑，你就能杀得了我了？我不相信你会伤害苍明。沈阳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过去一百年的每一天，我都会在苍明的发间放一朵鲜花，万束鲜花结成一个伤口封印。苍明早就决定牺牲自我，要让你灰飞烟灭。谢谢你沈爷，我们终于做到了，我们已经全力救了我们的族人。对不起。抱住了阿爷。你们走吧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那长安城呢？心魔已死，袭击长安城的巨木也会枯萎死亡。还有，流月城很快就会崩塌，你们赶紧走。心魔呢？
让我恶心。把你封印在画里，这也是阿阮的私事啊。最后一块昭明碎片化为夜明珠，落在南海的存极之渊。阿阮，你这样会耗尽灵力的，你快收手！阿阮现在躲起来，就永远无法原谅自己。快出手，回到我身边。阿阮会永远在你身边。有一日，我们会重逢。军奋战，众生虽苦，诸恶莫作，你的末日到了。
快用昭明把举目斩断，只要举目尚存，他就能不断变强。神农之血为源，虽然我的血没有苍冥的纯粹，但是也足够阻止我们坠入长安城。Thank you.
是少了一个。阿川呢？啊，他这是没上船，他在哪儿？团子，二人死了，他不是真的死了，也可以算是，但不是完全死了。越帮越忙。你们骗人，你们从后一集回来的。传说这种鹿草能够吸取天地灵气化为人形，当年赵明崩毁，他应该是恰好吸取了赵明剑形，这鹿草应该就是阿阮的真身。等一下，我有点迷糊了，阿阮在鹿草里还是在赵明神剑里啊？去鹿草，我来保管，以后神剑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终有一日他会重新回到我的身边。那太好了，谢家军又有机会了。那你呢？大不烂的包子好，吃不散的谢家军集合。我就知道他同意。大力金刚，咱们走。我们并没有打算拯救世界，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。如果有一天包子号再现天际，那就是我们正在决战苍穹。如果你也要加入谢家军，那就要记得遵守团子的规矩，一日七餐。跋涉过整个红尘，荒芜沙漠，跨越俗世的山河。